穿着白纱蓬蓬裙，缓缓走到男友身边，互相对视的眼神满是爱。欧阳妮妮与男星张书豪稳定交往五年，终于修成正果。亲自为欧阳妮妮戴上婚戒，感动一刻，两人都红了眼眶。张书豪求婚誓词甚至说到落泪。正常来说，我可能会比你早走，所以我希望有一天，就是我可以戒烟，然后可以多留几年，就是让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少一点。求婚现场，双方家人都到场，欧阳龙与傅娟，还有欧阳娜娜以及欧阳弟弟也亲自送上祝福。欧阳妮妮跟张书豪，长长久久，幸福美满，早生贵子，爱你们。看他们这样子互相陪伴，然后成长，到现在走到这一步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亲自见证姐姐的爱情，欧阳娜娜相当感动，以不同视角记录下求婚过程。我希望你要知道，她以后就会变成你的女儿。你可以不一定要很疼我，但我希望你可以很疼她，因为她很快乐，我就很快乐。活动结束后，张书豪与欧阳妮妮也在 IG 发布贴文，宣布求婚成功，正式迈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。TVBS 新闻罗宏昌沈秀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